请揭牌。金心理陈明全陈里长陈万德陈市长张义辉张议员苏翠玲苏议员吕方炫刘议员邓仁爱邓议员警察局李局长刘分局长各位我们亲爱的代表各位里长我们金心社区的各位好朋友各位队员大家午安大家好。这个是治安的示范社区今年98年下半年的评鉴我们很伤脑筋大家我们县政府里面十几个局处科室部会一起来审查来亲自来看回去还要讨论总共你看全桃园县200万人只有4个社区拿到那另外我特别要恭喜平镇市的市民这个4个里面平镇市拿到2个我这边看到好多的里长来我想真的里长一方面也是为我们平镇市的成就来高兴一方面大家也想观摩来学习我相信以平镇的这个实力将来一定会陆续还会有很多的社区有机会得奖喜事连连平镇在办喜事从2点开始在我们广兴里搬机优的示范社区马上就到我们这边金星来办示范场荣耀的心情在这边来分享这份喜悦最主要的感谢所有的乡亲鼎力的支持平镇市4年前一路走来就要打造一个洁净安全一个文化的城市所谓干净的树荣是我们品质生活能够提升所以我们成立环保之光队以及安全巡守队平镇市目前也有1000多位的巡守队包括3000多位的环保助攻大家共同来爱护我们这平镇这块土地的付出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希望在未来6星计划就是要发展产业以及来补助关怀老人另外的话人文与教育社区治安包括环境景观以及环保做6星计划希望能够真的落实到每一个社区也有人能够拿到前线4个示范社区里面的2个希望这2个单位现在已经报请全国前线第一名我们拿的太多了现在希望拿了全国第一名回来好不好好